天天好想要，天天都想要，要吃喝玩乐，要八卦内幕，要社会新闻，要解决问题。刘君耀下午两点非要不可。好，那九八新闻台，你现在收听节目是非要不可，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君耀瘦幺幺。礼拜二接臂达人林瑞图，伤心的林瑞图在现场。不要再讲我什么接臂达人了，哎，不要了哦。司法独立哈，算了啦。我讲这样，人家司法人员哦，我今天不是买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问好，跟你们问好。我想问好了，我真的对这个国家哈，哎，我们这里很多有心的人士哈，嗯，他想要把这个司法真正独立，嗯，那为什么都不能独立？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近如果你们以前哈，你们在5月23号左右哈，你看看那个媒体报道，来，我念给大家听了哈，你念，因为我也没有气力可念，好了，感觉上林瑞图已经呢，好像是奄奄一息了，不是垂头丧气的一只斗鸡呀，一只斗败的公鸡，不是斗败，我那有败，好，我没有败啊，这样不算败吗？这样怎么算败？好，那我们这个国家是不公不义的国家而已，好，来，不公不义的国家，为什么林瑞图这么的生气，这么的垂头丧气啊？因为呢，吴乃仁、洪其昌竟然停止发监，哦，这理由实在是觉得哈，不要说林瑞图生气，我都很生气。只是呢，我不能哦，你生气啊，我也生气，那我们的节目就不要。那干脆这样，请蛋饼，所以我请蛋饼来主持啊。我们俩到旁边去。我那时候一阵子想跟你辞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真的不想再接。你再辞的话，我用。那迟到最后，这个花费两三年的时间，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呢。哎，大家听众朋友，跟网络朋友，你们不要以为说哦，一个接臂者哦，嗯，都好像接臂接的好像很光彩，走到哪边都得到喝彩。我告诉你，我真的跟你们报告，嗯，第一个生命会出现危险，对，第二个家庭，可能会遭受到很多的无谓的干扰。嗯，第三个会被告到不晓得要怎么样。对，像明天星期三，我只去爬山。哎，不是，去年的7月27号，哎，我有接花嘛，说嘉义地检署跟高雄地检署会去冲嘉义县政府，跟高雄市政府。我说7月31号会冲，真的7月31号会冲。现在我被陈菊呀、一干人犯呐、都在告我。嗯，陈菊是谁？高雄市。高雄市长。哎，都在告我。啊，他也不准我移转管辖。所以你要到高雄去出庭。啊、对，我明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要坐第一班的，我要坐第一班的高铁，又要下去。哦，又要下去，他。这样的折磨方式，难道这个是对吗？因为我是在 TVBS 讲的，我在全民开讲2100讲的，行为地在台北，哎，又在新闻夜总会，对，哦，都在那边讲的，应该你要移转管辖要回台北，士林地方地检署或地方法院，哦，顶多你是台北地方法院。结果不是高雄地检署跟地方都不准移上来，为什么？那边是他们的地盘。我们这个国家司法分成两半，南部浊水溪以南，浊水溪以南，浊南跟浊北啦，就这样。你是哪个地检署？我是浊北的。你是哪个？我浊南的。对。哦，对。你知道我们的法务部、我们的地检、我们的法院都是分南北。哦，啊，所以也有民进党，也有国民党啊。这个国家哪里会健全？司法人员用党派的关系来做一个评论，来做一个评断，判决，这个怎么会公平呢？而且这样的不公平哦。我稍微打断一下，这个不公平，因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报纸哈，这么大一个版面，对不对？停止这个发监执行哦。才登那么一小小一块啦，一小小一块表示什么呢？有登好了啦，哎，
但是媒体有没有重视？媒体没重视啊，媒体不重视，媒体是要爆发的时候才哦那个，哦、但是他现在不用关了，不用关的这事情为什么不用关？为什么？大家反而没有去深入探讨，但没关系，许多啊，我一定在我的节目呢，好啊，来探讨一下，那也是不用定验哦，定验哦，定验之后可以进来，换人用定啊，最好哦，最好弄定啊哦，然后还可以再重新来过。污染人判三年六个月，黄局长判两年四个月，来，会使定定啊，你若普通百姓就抓你关啊啦，无唔对，我讲。你是招台中高分院班长，你是招处罚的、哦，是，哦、是你招处罚出身的哦。我看太济、哦，这招就去关押啦。那、哦、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纯说要这块，招就来去关押啦，对不对？但是因呢，你话台中高分院竟然裁定再审，再审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哈、哦，吴乃仁呢，1992年10月了哈、哦，核定土地标售的底价，那时候1992年10月，但是他12月就离职了。艺术工一根，哎、欸，我一根离职啊。那你到了93年，你搁真讲一遍，92年的几月？无听到没有？听不清楚。92年10月嘛。哎，哦啊，12月离职嘛。哦，所以呢，啊，过话会把这个案没决定的嘛。没有，他但是呢，到了93年8月，土地所有重新估价，再用原来的底价出售。哎、欸，这样子就认为说。台糖的土地呢，没有被贱卖吗？各位啊，用原来的底价出售，哎、欸，这是政府唔是安尼规定的呢？不是，政府你先收百姓土地嘛，就公告底价加四成，你卖土地最少嘛要公告地价要加四成。嗯，这是政府你卖土地的惯例呢。是，啊，即卖是卖就看这袂使，即卖拢有起价。嗯。啊你免！你免加四成，电都拉低嘛。嗯。啊，这我讲一下，你查这条案的人，我检举出来了，我揭发出来了。你查检察官，有几个？你查，你查。几个？三个检察官。对。检调人员有几组？你查，你查。中基组。嗯。台中市调查站。嗯。哦。不，嘉义调查站，彰化调查站。嗯。联合去搜索，对，结果剪掉了哦，剪掉、哦、然后呢，经过几次的审理啊，对，一直到高院最后审理的定验，地方经过，那你要经过多少次？地检署、地方法院二审，再来高等法院一审、二审、二审，对不对？你知道要经过多少法官？那这些法官都是瞎了眼吗？你的意思？哦，再剪掉，第一个剪掉先瞎了眼，对。再来给法官瞎了眼。啊，过来哦，我就嘛搁检举去监察院哦。对，哦，监察院的谭德文来。哎，谭德文，这刚才谭我主要提哦，你看哈。哎，谭德文来这哦，你提哦，咱的所有的哦，迄个观众朋友，啊，这监察院十几个委员哦，十五个委员组成委员会专票通过。哎。啊，唔得，这是啊，这啊这监察院十个监察院，拢是遐。啊，唔得，这大家拢是，大家拢扯眉的对啦、欸。你们都没有看到这个证据吗？哈、欸啊，都没有说他是土地重新估价吗？啊，过来污染人够卡狗。哦，哎、欸、对啊。哦，污染人够卡狗。哦，所告你。不是够万俩，你拢恁到庭的啦，拢恁到庭的规定的，恁到庭规定。燕秋姐，我哪有到庭无啦？我甲你到到庭的，等下，没有。这个呢，不起诉处分书是吴乃仁告的。吴乃仁告了谁呢？告了李涛、李彦秋、林瑞图、邱毅、董志生、杨文佳，不啦不啦不啦，好，告了一堆人。这些人呢，都是包括苏玉琪、调查局、前调查局的干员。啊，过来，后边，你怎样那样说啊？啊，林朝兴，林朝兴，今麦《时报》收看的《林时报》的今麦狗仔队队长。哦，真的。啊，今麦要搁创一个新的。周刊要过换，好 OK。我甲讲，伊林兆兴卡我啦，哎，伊讲啊，涂哥，嗯，你那些以后有什么弊案哦，嗯，尽量提供给我们这个新的周刊啦，哦，你只要讲出来啊，你不要讲这样，林兆兴很没面子嘞，不是，哎，要提供给我帮忙兄弟，你也知道兄弟大家都是交往二三十年的，林兆兴。
哎，麻烦来听车耀的节目哈、啊，你就会有新的弊案了啊！啊，不是你，我就跟林长讲，我会在我们耀耀班长的节目中讲，你就叫个记者，随时就在听，随时就可以记。如果私教不明显，你可以问我们那个、啊、我们的 DJ， 就是我们蛋饼美丽蛋饼小姐、哦，他都有，哎、他都会提供所有台湾的弊案，他会提供，哦，对，他都会提供给你。反正我现在也老了，然后、啊、我现在想跟耀耀班长，我们的。就是受邀要刘军要班长，我要辞职。我们刚才先又不让我辞，哎、欸，不要了，不是又不让我辞哦。我实在我讲半天了，这个台长案我查了两三年，对，快三年，对，我要遭受到多少生命危险？没错，我还要去到台长总公司，我还要去台中看这块土地，我还要去抓春龙。嗯，春龙就是那一个、那个行贿的人啊，对，行贿的人，那买土地买了很贱价、嗯，后来。这个春龙现在也随着吴乃仁跟洪基章，他免官不用官、嗯、判刑确定、嗯、他可以再审、嗯、他就不用官、嗯、他人也关本来关在里面了、嗯、春龙这个已经关在里面了现在也放出来了哎、欸、你的破洞被谁你也是这样吗行贿受贿的人呢都不用官我的海关呢哎这都他都免官他的规矩这都不用了，啊、你都尽量个贱卖国土嘛，就把它全部卖光好了，对不对？你要卖卖给我是揭弊达人，哎，咱这卖是臭人，揭弊臭人，臭人比了顺丁溪二酸更加重，揭弊臭人好像蛮拗口的，不太好念，揭弊烂人，哎，揭弊烂人，哎，啊、不要，我实在哦，我讲各位听众朋友，我讲一讲人听啦。这个国家吼，如果司法会独立，我头在怎么的做伊啊这啦？这个、国家的司法是啥司法？三种法啦。对，第一个叫做金钱法，第二个叫做人事管理法，第三个你若无钱也无人事管理，你叫做无办 法。哦，哎、欸，这三法我都知道。咱的监狱法务部的矫正师的监狱是你管啥？管啥？管的。提供的啦，提供啥物？提供的，就是最爱钱的迄款的啦。我台湾人也最爱钱的迄款，提供的，啊无白吃的啦。提供的，啊无潘那迄款的。白吃潘那，啊无就潘那迄款的啦。哦，一心当伴，二心兼伴，三心蹲在厝里都会吃低卡面线。啊，这拢我讲过，这拢我发明的话。对，你观念若要改，你得呢。观念若唔改啦，逐工笑都歹。观念若要改，面子肯登去使。最近你有看一个报纸，《苹果日报》头条头，嗯，民进党的中评委，嗯，哦，简景购，徐景购，徐景购，我较早唔敢有入党，我伫民进党，我唔敢有入党。你看他组织部的主任呢？中部组织部主任。啊，你无爱好入党？我无爱入党。哦，啊，你这样全你从啥？市容嘛，你包啥？包一个医疗器材的会欺负外界啦，揭弊达人、揭弊烂人，一个被来攻，哎、欸，这就是弊案啦、啊。啊，我跟你讲啊，医疗我都是揭弊革命行动，后来一直新潮流吹入去的啦。新潮流是啥物人传头？吴乃仁，吴乃仁传头的。上因吹哦，因吹入去。哎呀，啊，即摆就是伊就吹言迄、那个。迄个民进党一个，因规家口拢支持民进党的，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入党员，嗯，哦，伊共骗讲啊，人家要参加你的保险，你来就被秘鲁共关了，人茫茫共出来饭店，等你查某囡仔清醒起来时，家仔还袂叫安怎，伊的手在伊的私处遐乱收乱弄乱撸，迄个查某囡仔才几岁，二十二岁，这个查甫几岁，五十外岁。就是讲长拍摄，迄就是咱常讲的迄句话。就你们时阵三面拍摄，就请讲长面拍摄。但是这不一样哦，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讲，这若要，我若要阁继续安尼抓吼，我早晚一工命休息。哇塞！我的老，我的老爸老母也无惊。你若无抓，你若无抓，你们去命卖休息啊？我早晚的，唔早晚的，想袂死。像袂休息，我讲个啥？只是讲你咧做诶时阵，大家感觉讲，哎呀，你袂歹。啊，你哪下摆你拢卖做啊？然后讲，哎，那许多啊，嘛无上。我讲个啥？各位听众朋友，网络上朋友，真正吼，嗯，为了这个台糖吴乃仁这个洪基章这个案呐，作证啊。我说真的，很多司法，现在很多司法官呐，哦，
有两个司法官啊，司法人员跟检调人员，嗯，总共四个人，对，打电话给我，嗯，哦，他跟我讲，他说他们一心想要让司法真的要独立，嗯，使这个社会能够公义公正的一些事情，公义他的那种正那种行政的那种正义的形象，能够真的能够维持建立在台湾这个制度。嗯，但自从高层呢，高层呢，高层是多高的总统？法院的高层是谁？啊，司法院长。啊，对的。啊，法务部的高层是谁？法务部长。哎，啊，我问一下，检调人家调查局的高层是谁？你是问西安囡仔，三岁囡仔？嗯。啊，不调查局长啊，不是。哦，对。哎，他们说高层打电话下来了，嗯，哦，叫他们上去说有要事要办啊，哦，有要事。要事要办了。所以要的药，不是你那个光耀的药，哦，啊，那个药是快要跳楼那个药，很重要的药。把他找到不是法务部，哎，也不是司法院，那么找去哪里？就在我们现在来来到万喜来登的，那个十七楼那边有一个三温暖，不是三温暖啦，吃饭的啦，哦，吃饭的无要紧，吃饭的无，开都有房间，嗯，交代说哈。嗯，现在因为哈，我们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扰，嗯，就是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哎，哦，逼迫我们的司法秘书长，因为秘书长代表去开会嘛，是，哦，代表到司法院到立法院开会，我们的法务部长也被立法院群体立法院在问，嗯。吴乃仁跟洪锡章这个案件，你们要怎么办？嗯，哦，私下再问，嗯，不是公开问哦。哦，私下问，说来自这种压力，民进党整党，嗯，民进党整党来威胁他们。如果你关，大家预算有看着办，走着瞧。那吴乃仁跟洪锡章这么够力哦？时间快到了。好，哦，okay，时间快到了。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要听下去。不能广告，他会转台。好，那转外广告，那我们要进广告了。进广告。但是我转换回来，我要问你啊，那吴乃仁跟洪锡章这么够力哦，整个民进党都要来支持他。哎呦，那是安内吗？哎呦，我你等你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聊。再讲啊。好，回来九八新闻台，我觉得就要瘦要要接臂烂人达人，烂林瑞图烂人。现在人家是。做借世间来感情，哎，像秦桧一贯的，宋朝还是哪几页一贯的，一贯的，一贯在江干后浪。秦桧是好人，秦桧是好人，哎，曹操也是好人，对啊，就秦桧就是他，他很勤快。哎呀，啊，过来，现在卡在迄个太监霍国，现在太监遐拢好人，嗯，拢抬举忠臣的遐拢好人，嗯，即卖忠臣就是感情在江干忠臣，即卖这世间乱去啊。你台语也可以，也可以绕口令就对了。对，以前我们两个甘心是中心，中心也是甘心，不，甘心现在是变中心。哦哦，啊，中心现在是变火心，现在是什么火心？啊，火心，那这是火心在害虫啊。下面就去用这些，哎，不好了，我来讲。我问你，我今天我问你，啊，吴乃仁，吴乃仁，哎。吴乃仁台语变哪讲？莫乃林，莫乃林，哎呀，哦，你莫敢讲这些。莫乃林，人家嘛好人，哦，好人，人伊先卖国土，忠心，哦，人伊把钱提落底下底，好心变忠心，人伊会使，吼，会使哦，即个哦，较早抓伊的，即个检察官，即个其他调查局的人员，哦啊哦，迄个高等法院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大家拢看，拢加网判。哦，过来伊告伊，咱在节目中讲，哦，伊来告我，嗯，啊，我嘛拢赢，嗯，哦，过来我搁提起监察院，监察院调查结果，十五个委员会的委员组成了我十五个，弹劾，弹劾，弹劾，嗯，结果现在不用关，免关，哎，好，讲这样子，那我要问你啊，啊，现在你讲，我讲，吼，哎，不是，你讲起来人，民进党的人去甲这个什么什么长什么长叫来饭店。不是，没你那边医生，您好好处理这条案。哦，啊，就是不要让他关，
那我问你，无，伊无叫人命啊管你，你即句话加落，我用你来管的。哦，他们没有这样讲。对，但是呢，意思就是说你呵呵处理。啊，所以讲，起码承办这个案的人，像台中地震总署，伊起码吴乃仁跟洪基昌的户口，伊去倒，你知无？对对，伊去宜兰呐。哇，宜兰呢？我啊，是那台中决定的。奇怪吼、哦。啊，不是管辖地，你要管不管辖那是管辖地管的呢？为什么林瑞图？你不能代办。林瑞图个案件要移转管辖都不准，然后呢，他这样子就还可以弄到宜兰去。对，他这样弄到宜兰，宜兰再延到五月底、欸，再配合这个他们谈好，把这个时间本来一起过六，我那个四月底就要关进去、哦，结果因为移到宜兰，所以又去拖这个时间，没错。哎、欸，奇怪哦。啊，这应该是，还是咱台北国民法院管的。是啊，啊，怎么那会变去台中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本来较早法院人讲国民党开的，即马民进党有开分店。我拄啊，即马节目开始开分店啦。节目开始的时候，咱咧讲啊，咱的法院分作南北平，南部甲北方，南北甲南南，无、啊。即马进步到台中来，民进党已经侵到台中来。还叫落水，啉落水的落水。啊，啉落水就对这案件有关系啦。啊，安尼哦。伊嘛伫哩，伊做因比较边关的人的文笔的起草。文胆，文胆，人家说文胆。过来，你甲看连台中高等法院的婚礼哦。嗯。既然会当安尼甲讲，啊你这安尼卖关，边关，好、哦，来再审边关呢？来重新再审的、哦、对。啊，迄阵你咧问我，讲我敢有证据讲伊动归动，对，迄落你查。来，你看今年迄落顶年的中国时报，我这人哦，什么无厉害，我收资料是足厉害。我知。中国时报100年3月13日，拜六时啊嘛一篇啊，锵锵锵，我是甲放大啦。哎，安那？哦，这是用了放大啦。啊，这篇啦。一袂换你讲啊，无讲啊会吵声嘞。哇，啊，这篇像大篇，是要叫我安那念啦？无啦，你简单讲一下。简单讲一下。标题就好啊啦。好，涉台糖受地案啦。哎、欸，你别叫我念。无啦。啊、我念一字啊，你。我出去的，你拢歹念。又我去的。你洗头，就把头给你清完。好，来，涉台糖受地案被判罪，吴乃仁、洪基昌主动提请党调查。啊，人家提请党调查，这怎么跟那个你说那个什么政党支持？你贪污，你贪污跟你动有啥关呢？啊，你民进党较早不是讲，那贪污一审判刑确定，就要开除党籍。是啊。啊，现在我们讲吴乃仁、洪基昌开除党籍。现在呢？因为新潮流控制。哦，连包括蔡英文嘛，就拢新教的。所以讲，应该这些人，你应该这些人，得家己控制个，让帮自己的人去洗，给他机会就对了，是不是啊？再讲，你不是民进党，那是讲遐戆啊党员，就戆啊党员啦，戆遐党员啦，迄是咁，迄人判人来关啦，迄拢是炮灰啦。伊这来做头的，因这人拢是拢新潮流的头啊。所以说他们就用政治力，一样政治力，用党跟司法院谈判，跟法务部谈判，跟马英九谈判。马英九你不是说要很司法独立吗？啊，结果没有啊。那你这样，你这样叫做司法独立吗？啊、你让你的政府的官员，司法院院长是不是行政官？是不是？司法院院长是不是行政官？你告诉我。政务官呐、啊。政务官，行政官是政务官的行政官呐、啊。哦，是哦，什么时候改的、啊？政务官的行政，一、啊、是官行政呢，一、啊、是任命呢。政务啊，哎嘛、啊、是行政官之一、啊，跟事务官不一样。哎，跟事务官不一样。啊、那我问你，法务部长是不是政务官？是。那你法务部长跟法院的院长怎么可以去叫那个高这个地检署跟那个高检署跟那个台中地方法高等法院跟那些高分院？有的代表人来到来喜来登是，在不知道16楼还是17楼啦，哎，他们说他们交代，回去研究办理，尽量给他再审的机会，所以现在所以呢，人家真的有够力呢，
啊，所以讲伊就有够烂的。啊，我你敢问我，我讲伊就提动的，提动提动整党的资源的力量。看那一片电话的放大，你看，因为我跟你老阿言啦，因为我们提个老阿言，这边供出来了，哎，我们提个老阿言。啊，所以讲人家整个党，所以讲民进党哦，民进党其实这算是堕落了。我坦白讲，现在陈水扁要搁入党啊，你讲莫讲堕落啦，因为咱这国家吼。啊、我跟你讲，你莫用。我莫用堕落啊啊！不，莫莫用。啊，不，你较搞。我你较搞，你来。过早时代，我你讲陈水扁吼，贪污啦，从啥啦？来，没关系。不要咩信啦啦。好，不要紧。啊，即卖这安尼，我委屈十万年，那么行。啊，即卖我掠乌奶奶掠两三年，跟洪基章伊两个，我也掠两三年。各位啊，我觉得吼，没关系啦，起风起吼，我可不可以再把你当年呢揭发出来的这些种种的乌奶人跟。洪其昌他们怎么样去贱卖国土？虽然他现在被发监执行哦，什么申请再审 啊什么、那个什么、很多证据没有漏而未审哦，漏掉了没有去审，所以呢，他们再审的理由是这样。但是当年哦，给人家检调单位林瑞图，他们查得多清楚啊！不，检调单位不等林瑞图，林瑞不等检调单位，我始终是帮忙。连买烧酒买偌济，阮都拢有资料嘞。真的，一年买偌济烧酒，你好经营嘞。跟银泰洋酒公司，你看，六百几万呐、啊，买六百多万，612万1000，一年多啉六百几万的烧酒哦，烧酒哦，他只是送的哦。不是，然后让我不是让我无奈的方向你搞起应酬啊，然后过来哦，洪其昌，我讲。高十二年十一月5号，哦，收的300000元的，连支票号码都有。不，伊拢甲分开，分开嘛。秘书，对啊，伊个秘书啊，新交流的啊，迄个。下面张景、张维嘉、花绵绵，哦，当然，我花绵绵能爆火咋办？这二哥林立如是上，我今晚要选那个。二哥洪其昌的妹妹，洪家妹妹，七妹了哈，银波小姨子啊，陈意莹啊，加嘛70万，洪其昌加嘛一条34万，哦，3240块，二哥这李伟明是银姑啊，洪其昌银包弟，包姐诶囝啦，大概阿孙啊啦，50万，无我再继续讲落，这不是安尼尔，分这侪人借钱就几千万啦，这吼。各位啊，过期票这些支票号码哦，都是查得清清楚楚的。人家春龙公司为什么要把这个50万汇给你洪其昌的孙啊？为什么要汇给你洪其昌的小姨子70万？为什么要汇给新交流办公室的秘书？对不对？哦，张维嘉，张维嘉哦，花明，为什么呢？花明锦，花明，然后花锦棉啊，过来哈，这林育儒是去的第三。今嘛同广东部来注意，对，好，各位，这个我提示，我跟各位讲的这个是证据，这为什么呢？在当年检调，连这个证据，你春龙公司行贿者怎么去行贿给你洪其昌相关人等？洪其昌啊，他不会自己收，吴奶奶的秘书，是不是替伊收钱？啊，这些都这些证据啊，这种民脂民膏，虽然我未偷的。政府卖土地，你要分落人家民间吗？不应该啊！无你政府若卖土地，每一个人拢去分本来蛋饼。你若买，我分落蛋饼，对啊，蛋饼我分500万咯，你吼，你怎样？你吼，反正这我提500万，不是政府的土地，啊，我卖，我特别想我卖，我拢是啊，把这钱啊分落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国家卖土地的钱是要入国库的。因为国他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贱卖？他就是把你国家属于你跟我的，台湾朋友，你跟我的。我们一起应该共有的这些土地呢，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卖给一些特定的人。然后呢，再从那一个人里面呢，口袋 under table。好了，好了，好，让我们林瑞图降一下血压。我是等于会好三高拢压起来了。三高。哎呀，我今嘛注意他个咸要变化。你三高拢压起来。哎，拢压起来。好，一个拢压。我咸要气死啊！没了，压不起来，压不起来，想到脚拢软。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听杰比烂人，有点出来聊。好，欢迎98新闻台，我是刘俊晓，说要林瑞图在现场，许多理由。我哪里选现场？啊，你不会现场？我今麦是行尸走肉啊，你不会现场？哦，你别来讲话，我都
好，我要往瓦里现场。欢迎那林瑞图的灵魂在现场。嗯，好不好？你好，你好，来，你好，我好，你讲话刚刚好了，快点啦。哇，今仔日我讲，我用气甲安尼吼。我干了哭笑，我干了看这看这吼，我安尼吼啊，我袂阁讲啊。好啦，这证人证人啦，有啥有啦？从纪文静我你讲啊，我袂讲啊。好好好，今天谢谢林瑞图来到现场，好的灵魂他飘走了，好不好？袂讲哦，这些证据哈，包括呢，不管是他们的地上权设定的协议书，哦，不管是呢他们台糖公司土地买卖的交换要点哦，交换哦。它里面呢，还证明呢，你台糖公司出售的土地应以呢业务上无保留必要，哎，就是，它是只租不卖哦。对，哎呦，你又讲话了，来，只租不卖哦，干嘛做人买别人哦？是哦，啊，谁来才卖？对，这个你该卖不死耶，哎，我子孙的财产呢，哎，咱全台湾人民子孙的财产呢。结果呢，应该要只租不售，可是呢，竟然他全部都卖掉了。而且呢，这一些哈，包括呢，他们资产处，这个叫做陈德伟的，哦，他的一个内签上面也证明什么呢？潘宗豪、洪其昌他们一起在1992年5月7日共同去拜会吴乃仁之前哦，台糖公司的立场啊，认为春龙公司就刚刚讲的那个哦，这是行贿的公司呢，要转租为卖。的要求是不可行的哦，是不可行哦。但是，资产处处长，但是哦，吴乃仁在批示的时候呢，他呢没有注记任何的反对意见。好，吴乃仁也知道，吴乃仁也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行的哦。但是呢，你也怎样讲？民国九十二年上你执政，陈水扁，哎，吴乃仁是他是。嗯，新潮流的领头，嗯，民进党的大头头，是，也是民进党的中央党部秘书长。那时候他多倚重吴乃仁啊，对，林瑞图不，吴乃仁做多啊，对啊，陈水扁那时候非常倚重他，是什么东西都请他当什么总指挥啦，总什么的，对啊，对。啊，你个看，哎，这台糖的土地，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台糖土地是谁的？国家的，嗯，国家是谁的？台湾人民共有的，嗯，那你今天台糖本来他们在这个国营事业里面是只租不卖，改成中国人买菜，嗯，结果吴乃仁出名了，哦，嗯，这春龙潘宗豪伊含洪其昌去找伊了，伊就变成公卖，嗯，用贱卖给他。如果你卖的贱卖没关系啊，你把钱。归到国库来，对啊，那为什么还有钱要分到像吴乃的秘书、洪其昌的弟弟、洪其昌的妹妹、洪其昌的本人、洪其昌的孙子、吴乃仁的秘书啊、哦？还有那个民进党桃园县党部以前新闻局局长，不、哦，那个郑文灿林茂，哎，哦，马龙，你拢我这拢有支票有买，各就口罩，各啥证明，嗯，哎。啊，国家你卖土地，咱就要食来看国家你标售土地。对，啊，你有分到，刘俊耀你有分到，各条就没有，你有分到无？各网络上朋友你有分到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会再分呢？啊，所以说这样还判？啊，过来，还不用关吗？哎，判决定谳。我跟你讲一个，啊，接台糖的当初你有接两上？谁啦？余正宪。哦，余正宪。哎，哎，干么代志？哦，余正宪，人查到余正宪，余正宪讲吴乃仁早就签好啊，哦，啊，现在来过再审，对不对？余正宪都讲，哎，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证词啊。对啊，余正宪没啊？你怎么会说哦？因为呢，他已经辞职了，他已经离职了呢，所以呢，跟他无关吗？不对啊，你离职了之后，接任的余正宪他还讲说啊，前任都已经决定了。对对啊，各位啊，他离职跟没有离职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定案了嘛？对啊，啊，是不是他卖的？就是他卖的嘛。嗯，莫名其妙。看要哪？啊，我气死，人死啊！好了，我们我看我该洗头了啊。卖了卖了卖卖洗头。我们下个礼拜，我不会对你。下个礼拜继续听林 GP 达人林瑞图来聊。